继续走进受到艺术熏染的天地渊路美丽的乡村小道，将会看到墙面上的下一件作品。信箱上刻有房屋主人亲自挑选并写下的简短诗句，这就是十五号作品写有诗句的邮箱。这些被设置在20多家住户大门上的盛满艺术之魂的信箱，同时起到名牌和建筑标志的作用。从诗句到颜色和玄武岩形态，诞生了家家户户既彰显各自个性，又保持统一的诗歌乡村小道。据说以前有很多日本人在这个地方居住，如今只剩下位于道路两旁的两幢蓝顶日式建筑底产房屋。看着融入西归浦市民生活的艺术作品，心中充满深入了解济州人生活和文化的乐趣。